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，可我一如既往的充满力量，不后悔选择了这样的时光。这一年多我为宇宙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无非就是想知道他到底还怪不怪我。不过我也不再纠结了，或许只有我的离开才能让余周周彻底放下伤痛。莲雅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离开算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。余周周，你是不是到临阳要转学了？嗯，有哪听来的小道消息？我刚在文具店遇见张叶飞给林阳买礼，我说是下周就走了。感觉到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吗？那就别犹豫，选择去飞翔。一样的。哎，当我没说。我困境中给我力量，即使独自一人也可以去抵挡。我的光，黑暗中依然最闪亮，因为它是我最温暖的光。我的你怎么来了呀？你不说你在广场吗？我就一直在等你。那我要去的地方，那我就一直等呗。即使独自一人也可以去飞翔。我的同学，听说你要考北大，被你们吴老师批评，不就改了吗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想。别呀，不是说好一起去北京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好了？周周，我想和你在一个地方念大学，因为你就是我梦想中的一部分。我想好了，还是考北大。那能跟我说说你的理由吗？因为有人跟我说，我是他梦想中的一部分。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朗，可我给自己插上了翅膀。只要是你送的人潮拥挤，让自己感觉到恐慌，那就别犹豫，选择去飞翔。莲雅，你真有余周周，你真可爱。莲雅，你真。